建立了冬奥会城市志愿者赛事指挥体系，针对各场馆周边等重点区域和北京新闻中心等重点部位，落点落图，制定专项工作方案。采取以线上为主、线下为辅的方式，开展城市志愿者骨干培训、通用培训和岗位培训，确保志愿者不培训不上岗，培训不合格不上岗。